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笨那里，谢谢收看我的看讲话频道。今天要讲的这粒手表，它是 Made in Japan 的，但是它是用的是电池机芯 Quartz 的电池表。这粒手表的名称叫 John's Maria，这里是 Sport 的，你会看到旁边这边它有 Day Day， 然后这边是有 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， 这边是1号2号3号4号，然后下面这边是有个 Moon Base， 有夜相还有日相，当它走到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有太阳的，走到差不多七点八点九点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它就换去月亮 moon base， 它有 moon base， 然后它有 diverse 的这个 rim， 这个 rim 是 23K 的 micro， 还有转动。OK， 我们看看它的背面，OK， 它后面有写着 23K Gold Plated， 前面的 rim 是 23K Gold Plated 的，它是 Limited Worldwide Edition for 1500粒，它的 那时候做的 promotion 的The company 的名是 World Water SKI Championship Singapore， 1993年的。这粒手表也是蛮久一下，1993年出产的，到现在。今天介绍这粒手表是的原因是，它是由星期几有day 也有 date 也有，还有 moon base 也有，还有旋转的 rim， 让我转一圈给你看。第一个拉出来就是转，你会看到今年几号的九号十号十一号，它在走动着，看到吗？这是转它的日期，25号26号27号29号30号31号，如果要转动这边的话你要转24小时才能。那我们转动看看下面的 moon base， 现在是太阳，是早上。当我转到差不多，你看到它太阳慢慢下山了，12点已经上到来中午了。OK， 2点它，3点、4点、5点，太阳已经慢慢下山。你会看到夜间有星星出来了，看到下面的 moon base 吗？星星出来，月亮出来了。OK， 这个是晚上了，晚上现在是晚上10点。当我拉出来的时候，它这个秒针也停止了，我放回原来的位置，你会看看秒针又倒回旋转。这样的机芯是算是比较高级一点的，不是普通的机芯，它是日本所造。让我开它的后面背盖开来看看它的机芯的原状是怎么样的。 OK，
边。OK， 开了。啊，这里面字很小，没有什么看懂。拉近一点看。我一看机芯不是普通的 Made in China， 它是 Made in Japan 的，比较 quality 比较好的。OK， 换回去。这里是电池表，表带它本来是黑色的，但是已经很久了，1993年出厂到现在，表带已经硬邦邦了，一穿起来就断了，所以我已经换过了。今天要讲的这粒手表就到此为止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给我一个 like， 如果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， 还有旁边小铃铛咚咚，你就不会错过了任何一个节目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